大家好，我是可江妈妈，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。在看视频之前，请给我点个小爱心，您的鼓励是我进步最大的动力。高血糖顾名思义就是指我们体内的糖分过高，也就是通常大家所说的三高的其中一高，另外两高分别是高血压和高血脂。专家表示，我们必须重视高血糖，积极地做好预防，毕竟这种疾病对于我们的身体带来严重的伤害，平时生活中在饮食方面我们也要注意预防。而新鲜的蔬菜就能够很好地帮助我们降低血糖，一方面是因为它们让食物变得不那么好消化，还有个好处就是它们还有天然的降糖植物化合物。今天我们就用几种蔬菜给大家分享一道降糖的美食，做法和食材都非常的简单。首先我们准备一小把的干木耳，干木耳对于糖尿病患者而言是较为有益的食材。黑木耳中含有较多的纤维素，适当的补充纤维素可以改善二型糖尿病患者或者是餐后血糖有益，而且二型糖尿病患者容易出现腹胀、便秘以及胃肠蠕动减慢等情况。黑木耳中的膳食纤维可以有效地帮助糖尿病患者改善上述的症状。黑木耳还具有一定的抗癌、防癌的效果。糖尿病患者症状如果发生危险是普通人的四倍以上，因此适量的用黑木耳对于糖尿病患者身体健康有益。我们把木耳放入碗中，加入一小勺淀粉，再加入一小勺的食醋，然后加入没过木耳的清水给它浸泡。接着再准备一个西红柿，加入清水，加入一勺食盐，把西红柿表皮搓洗干净。西红柿的含糖量是极低的，可以忽视不计。糖尿病患者无论是血糖控制的好还是不好，都可以食用西红柿，甚至可以当水果食用。西红柿含有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元素，能有效地改善缓解糖尿病患者的糖尿病症状。其中的番茄红素对于糖尿病产生的自由基有很强的清除作用，有保护血管和各种器官。西红柿中的果糖、葡萄糖以及维生素的营养物质对于肝脏、心脏等器官都具有营养的保健功效，所以常吃西红柿能够起到保肝护心的作用。西红柿的防癌抗癌的作用应该是要引起足够的重视。西红柿中的番茄红素是一种胡萝卜素，在西红柿中的含量是最高的。西红柿的颜色越深，其含量也就越高。番茄红素的抗氧化作用比贝塔胡萝卜素还要强，能够缩小肿瘤的机体，延缓细胞的扩散进度，因而西红柿被称为抗癌能手。接下来再准备一小个苦瓜，苦瓜具有特殊的苦味，受到大众的喜爱。苦瓜不仅口味独特，还具有丰富的营养物质。苦瓜虽苦，却从不会把苦味传递给其他的食物，所以它又有君子菜的雅称，具有降低血糖、促进食欲、美容等功效。苦瓜中含有类似胰岛素的物质多肽，食用后可使血糖明显的降低。苦瓜对于二型糖尿病患者有明显的降糖作用，因为苦瓜可以促进对于部分受损的胰岛素细胞恢复具有一定的功效，并且可以抑制葡萄糖在小肠壁的吸收。苦瓜含有较为丰富的膳食纤维和多种微量元素、维生素，对于糖尿病患者对于餐后血糖的控制和体重的管理是有好处的，所以适当的吃苦瓜有利于糖尿病人进行血糖的调节和体重的调节，还能够增加膳食纤维，更有利于改善体重、改善便秘，对于餐后血糖的控制是更为益处的。同时，苦瓜的含糖量偏低，属于升糖指数偏低的食用，
更好的控制体重和更好的控制血糖和血脂，能够改善代谢综合症，改善肥胖，预防餐后血糖飙升。现在把泡发好的木耳给它抓洗干净，泡发木耳加入一点食醋可以加速泡发的速度，而淀粉可以很好的吸附里面的灰尘和杂质。泡发好后，我们用清水给它多清洗两遍，彻底的清洗干净。黑木耳主要的成分有蛋白质、维生素、碳水化合物、脂肪等，营养非常丰富。黑木耳中含铁量极为丰富，可以预防和改善缺铁性贫血。黑木耳含有维生素 K， 能够减少血液凝块，预防血栓形成，有预防动脉粥样硬化和冠心病的作用。木耳清洗干净后，把它切成小块，然后装入盘中备用。接下来锅里加入一点点食用油，然后把切好的番茄倒入锅中，先把西红柿翻炒一下，把它的汁给它炒出来。炒出汁后，再把苦瓜和木耳一起倒进来，再加入适量的清水，清水的量根据自己的喜好来定。用勺子把食材搅拌均匀。制作视频不易，您的每一句留言和每一个点赞都是我前进的动力。如果我分享的视频对您有帮助，请您动动发财的小手给我点个赞吧，请在下方留言加一，非常感谢您的支持。搅拌均匀后，盖上盖子，先用大火烧开，然后转小火煮十分钟，把食材煮至软烂。时间到，打开盖子，开盖就能闻到一股淡淡的清香味。用勺子搅拌一下，这道汤非常的清爽好吃。接下来加入一点点食盐和一点点胡椒粉，少许生抽调一下味。用勺子把食盐搅至融化，就可以出锅啦。用这几种食材搭配在一起，非常的健康营养，对于降血糖有非常好的帮助。我们平时可以多做这道汤来喝，常喝不仅把血糖控制得很好，还能够把体重控制得很好。我们也可以把它当成代餐来食用，这样可以减肥瘦身。糖友们想要高效地控制好血糖，就要做到少食多餐的饮食方法。想要控制好血糖，吃饭的门道也是少不了的。不仅是饮食的种类和计划要详细，就连吃饭的方法同样也要做出改变。对于糖尿病人而言，最害怕的就是血糖在某一时间段集中的升高，造成血糖失控。但如果长期不吃饭，又容易增加营养不良的风险，因此我们要尝试少食多餐的方法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，如果喜欢的朋友就收藏起来试试吧。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